欢迎收看《狗马给子每日财经点评》，我是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昨天周四的市场情况。那澳洲股市呢，昨天再次出现了两天难得的连续上涨，涨幅为0.5%，收盘是收在5788点。中国股市呢，昨天由于清明节放假没有开盘。在欧洲方面，欧洲股市终于是出现了难得的上涨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最少的上涨2.4%，最多的德国方面呢是涨了2.9%，接近于3%。美国股市也是一个第三次的连涨啊，目前已经是三连涨，道琼斯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最少上涨0.5%，最多上涨1%。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，黄金价格呢因为股市的上涨而下跌了大约1%，目前价格约为1328美元左右。而石油价格呢则继续维持在63.50美元的价格。同样，其他比特币价格昨天下跌1.5%，目前报价是6760美元。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，我们着重跟大家说的是，就是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纷争就像是在斗地主啊，起价就是500亿。那么在过去几天中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中美股市啊，由于中国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啊，一直是不太太平。但是呢，中美两国股市的走势啊，是几乎是完全不相同啊。中国这边虽然说没有出现大的下跌，但是过去几天都有连续0.5%以下的小幅下挫，而且是连续超过了5天。那么同样在美国方面呢，则出现了过去连续3天的上涨啊，道琼斯指数呢，在过去的这个2天的变化呢，也已经超过上下，最多超过了1000个点，折合比率呢，达到了4%啊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这其实在我看来，就是反映出现在中美两国股市中的投资者，对于两国未来上市企业啊，在这场贸易纷争中所产生影响的一个不同反应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虽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双方呢各自是打的媒体战打的火热啊，说自己都不怕啊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在实际情况上谁更加吃亏啊，还是一目了然的啊。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呢，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呢，现在不是各出了500亿吗？啊，按理说是打个平手。那你觉得会是谁赢呢？那我是这么跟他说的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次并不是一个平手的关系，而是一个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纠纷。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贸易上啊，美国有3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中国啊，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呢，两国虽然各自出口商品，但是中国比美国多卖了整整是3000亿美元。换句话说的话呢，美国如果我想不要这3000亿，对他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不从中国购买3000亿的产品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少了整整3000亿的外汇储备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股市上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其实在过去几天，虽说一开始宣布的时候两国股市都是下跌，但是在随后一段时间走势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差别啊。第一张图，这个图呢是中国 A50，也就是大盘指数的走势。我们看到呢，它从今年的2月初啊，当时的15000点附近，第一次因为美国突然暴跌啊，这个不算。但是第二次开打贸易战之后，下跌到现在呢，是正式的跌破了这个关键的日线级别支撑。到目前呢，这是日线级别1234568，快10天了，2周了，始终也没有爬上去啊。那么同样对比一下美国的道琼斯指数，同样当时的一次暴跌，第一次2月初打破了，但是当天就回去，在这一次贸易纠纷中也几次啊，当天的时候是打破过这个我们说到的日线级别支撑，但是并没有出现完整的跌破啊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呢，也是成功的又爬了回去。所以说，从中美两国股市的情况来看，也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这一次贸易纠纷中最终谁会获利的一个判断。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呢，这就好比是啊，这个咱们去手上拿着钱去逛夜市啊，你这一摊不买，我还可以买下一摊，下一摊不买，我可以买再下一摊，我肯定可以找一个相对于价格比较便宜的地方买。现在中美
就是这个关系，中国是卖家，美国是买家，他手里有3000亿的贸易逆差，我不从你这儿买，我从其他地方买，那你就少赚钱。所以说，虽说现在双方扔出来的都是5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量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事件进一步扩大，那么谁吃亏，肯定是原本赚钱的那一方吃亏。那么在之前的贸易中，谁赚钱，还是中国在从美国这儿啊拿到了大量的外汇储备。所以说呢，这一场纠纷虽说没有赢家，但是在我看来，美国肯定是占便宜的一方。那么接着咱们再来说一个话题，就是针对咱们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。很多人知道啊，在澳洲华人朋友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营养老金来做投资啊。那什么叫做自营养老金呢？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通常只要有工作的人呢，肯定就有养老金啊。那么传统上的养老金呢，是打给养老金的公司，他来帮我们做打理，每年收一定的固定费用啊，作为管理费。但是呢，通常来说，一旦他帮你选择好了这个投资比例和组成部分之后，他基本上呢就可以躺着赚钱了啊，每年啥事儿也不做啊，可以收每个月的管理费啊，每年还有其他的费用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很多投资者啊，觉得这个养老金公司啥事儿都不做啊，就这样每年收我的钱，实在是不爽，因此呢，就决定自己来管理自己的养老金。那么，所以说现在管理养老金越来越流行，但是呢，似乎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大部分的会计师都会告诉你呢，除非你的养老金在10万澳元以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啊，是不划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你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养老金，那么每年需要有一个审计费用，这个审计费用呢，大约是在1000至1500澳元左右，那么折合到你10万的资金来看，大约就是在1%。那么1%至1.5%也恰恰是传统的养老金公司会收取你的年度费用。所以说，从管理成本来考虑的话呢，10万是一个分水岭。10万以下的资金，虽说自己也能管，但是每年的消耗和审计成本相比来说，反而会比这个养老金公司收的还多。那么除了这个资金的门槛之外，另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说到的对于风险的把握。因为这个养老金的资金，它毕竟不是咱们说的是零钱啊，想输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它是我们呢是未来养老的，或者说是压箱底的钱，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呢，传统的领域都是比较保守的啊。所以说，如果对于风险和这个判断呢不能够非常敏感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把这之后养老的钱都给输光啊。所以说呢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你自营养老金拿出来，你可以买房啊，可以这个投资股票、买基金、做外汇啊，都可以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咱们风险一定要分散。那么我觉得随着以后金融知识越来越普及，金融越来越大众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决定自己去管理他的养老金。那么对于这一点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毫无疑问，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。但是我们呢一定要注意两点，第一，就是要计算一下我管理的成本是否合算。第二点呢，也需要看一下这个投资时候的风险是不是可靠和可控的。那么最后，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，到了晚上10:30有一个特大的数据，就是美国的每月一次大非农和失业率数据。所以到时候今天晚上10:30，美国的股市、美国的汇市、全世界的货币都会有巨大波动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然后到了凌晨1:15，轮到英镑，是英国央行行长讲话。再到澳洲时间凌晨3:30，中国时间凌晨1:30，是美国新任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注定这个市场会有极大的波动，咱们投资者一定要小心为妙。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，我们下周再见。